前妻以为他妈不在家。你过来，咱俩亲一个。亲一个？亲一个，拍一个照片。我今天跟他们出去吃饭，不是情侣就是夫妻。今天有点恶心干呕，不太方便。你坚强一点，跟以前一样，三二一，咔嚓一下完事。什么玩意儿？咔嚓一下就完事儿了？我以前跟你也没有过这种举动啊。嗯，你以前哪会喝多没偷摸等我即刻？你真当我不知道呢？那是就是。你已经咋了？嘴怎么还歪了呢？可能是眯眼睛了。拿个万切切。停，别动啊！你是不是在这儿跟我玩欲擒故纵呢？什么玩意儿欲擒故纵啊？新买的最新款，亲完了我换上，让你过过眼瘾。我什么时候愿意看这玩意儿？我是正人君子啊。那不亲了，来，你坐椅子上，搂着我，我坐你大腿上拍一张。那更不行了，亲一口都不行呢，你还要坐我大腿上？我坐你侧面借位拍，你不是会借位吗？借位借什么位？借谁也不行啊。今天必须拍，要不你坐凳子上搂着我，要不你亲我。必须今天吗？对。那你先去洗个澡吧，事还挺多。行。哎，你进卧室干嘛呀？你不让我洗澡吗？你妈买的澡。妈，你在家呢你？你一直都在家呢。